안녕하십니까광고只是59分，拜拜。我是刚管理车长的2022年了，9月17号，然后这4260树林华的综合农场资本的新城集章14点整，在那个沿站通过4260开往资本的超额子弹。啊，以及我的这台是14点整的6767是蓝皮温波号，蓝皮温波号。啊，拜拜拜拜。啊，173，啊173单台了，对啊，5节蓝皮温波号，最后一趟了，即将在宜安启程，14点整。好的，但是在我后面是183后面的14点18分发车这样。6767是末的班车，开往南港，研发的救援线，往南港树林，蓝皮温波号。希望大家这样，拜拜。14点整，9月17号，拜拜。好，感谢观看，再见。